大家好，今晚由 Apple 同大家睇天气。今日中午嘅时候，各区气温大约系27度，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普遍气温就比寻日低4至6度。今晚大致多云，天气稍凉，最低气温大约系24度。咁听日嘅天气又系点啦？交俾叮当预测一下。唔該曬，叮當噶。咁預測聽日啦，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，吹和緩嘅偏北風，氣温介乎24至30度。咁相對濕度啦，可以睇到係50%至75%。咁再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啦。咁係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朝早天氣啦比較涼一啲。咁星期五啦，去到週末會有啲雨落，風勢會進一步增強。咁大家出街嗰陣記得帶把遮啦。咁最高氣温啦係30度。而家一齊放眼中華，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。澳門、深圳、廣州、東莞天氣都係唔錯噶，氣温介乎20至31度。另外四個華南城市嘅天氣啦，可以睇到珠海、中山係多雲，韶關有雨，佛山天晴，四個城市氣温介乎17至31度。再北上一啲，睇埋四個主要城市。北京、上海多云，成都有雨，天津天晴，四个城市天气不算太热，介乎13至26度。天气讲到这里了，拜拜。